红魔虾又是比较大个了，比一下，是吧，哥们？哎呀，哇，还没有解冻完全。蘸料，这下够！虾也在里边了，哇塞，哎呀，老肥了。来吧，来一个，我的禽流感这还带冰糖呢，这么吃吧。今天这个红魔虾呼声很高的啊，不让你们说的我这吃虾都成专业户的，先看看这个里面怎么样。哎呦，虾线，哎呦我的小蘸料，哎呦啊，人都说这个时候的红魔虾是最肥的时候。哎呀，红魔虾又来了，几天不吃就想，先来一个扒了壳的。我出去了行吗？脱模成功了。哎呦，每一个都老肥了，下脑。
下一扯，喂，真的要不是因为它贵，我这天天吃它，就因为它太贵了。这个有点不新鲜了。